奶哥，哇塞，好久不见了，奶哥。哎呀，我活着回来见你了，奶哥。哎呀，但是我一直在等你，陈怡。他是我出国的时候跟别的女人约会。我等你很久了，你说他说好要帮我生孩子的，这个人放我鸟。我们麻将之星开播到现在，也促成了一对佳偶，啊，这一对佳偶呢，想不到在我们今天两位互定终身，来欢迎我们的陈怡 Toys， 哎。噔噔噔，奶哥，哇塞，好久不见了，奶哥。哎呀，我活着回来见你了，奶哥。哎呀，想不到这好久不见，这个是旷男怨女啊，还是才子佳人？最近怎么样？最近蛮多八卦可以说的、啊，讲一下嘛，讲一个啊。比如说，头一次被拍到跟大奶人骑在路上、那个怎么会呢？他竟然是我出国在等你，陈怡。他是我出国的时候跟别的女人约会。我等你很久了，你说他说好要帮我生孩子的，这个人放我鸟。他说要把他的卵子捐给我，说好要跟我生孩子的，就跟别的大奶人骑在路上牵手被拍到、欸，哎呦，真是看到新闻我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很难过吗？是有点吃醋啦，有点吃醋，没事啦，啊、我们刚刚已经都这样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打一场拳都几千万了，哎，上半场上半年打一场，下半年打一场，一年就上亿了。打什么要讲清楚？打钱呐、啊、！OK， 奶哥，你今天如果没放枪给我的话，我就说你打我。我回家立刻发新闻，反正现在女生说有就是有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真不骗你，你真的对我，对我来说一点点感觉都没有。太诚实了，奶哥。不，这真的，给他一点面子行不行，奶哥？真的，这么肯定吗？怎能这样子啊？我也没有。六十几岁的我真的吃不下。不要碰我，你可以轻松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他说陈宇害羞。害羞个屁啊！有些人说我在大声什么啊？我讲话大声会怎样啊？我本来就讲说我三颗自摸就是两台啊，我大声怎样？干嘛呛观众？他们可以调小声呢、啊。大声怎样？我天生嗓门大怎样？屁就被你们惹的。哎、欸，你们成功了，讲了，我大声才上。我们到脚筋上打一场啊！你看啦。刚刚那个人留言来、啊、过来找我，拿水过来呀、啊！过来找我、啊，拿水过来。抽奖，今天不抽了 啊, 啊！不抽，走，下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